金玉，你是安怎么来对待我？你敢是迄个甲我做伙同的小妹？我无爱做你的小妹。 我介意你，我自细汉就介意你啊！我不爱做你的小妹，我想要嫁予你，做你的牵手，踮伫你的身躯边，永远一世人。你是要讲啥？这我从来都袂当作是我亲人，是我兄弟姊妹，就甲面骨共款。那是你的认为。 不是我的想法，小玉，咱两个自细汉就做伙生活，都是你在照顾我、保护我。特别我若受伤的时阵，你嘛是第一个关心我的人。我护专毕业迄天，你阁专工对恁学校骑车，送一个礼物来给我呢，你阁认得无？ 会记得无？啊！那未来啦，毕业典礼就要开始啊，佮唔来我也袂赴呢。 总算到位啊！我本来搁掠准讲你赶袂赴嘞。哎呦，我拼死拼命来冲来。我够衰的啦！这丝巾是你亲身替我拣的啊。是啊，这是我头一摆哦，三十要拣礼物啦，嘛唔知影有适合你无。只要你送的那么有适合，敢会当请你替我家己来？哦，好啊。 所以我希望你以后敢会当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待我，我才是一个永远会真心爱你的人。我不爱搁做你的小妹啊！好不？金玉。 歹势，在我的心内，我从来就是把伊当作亲来看待，袂搁其他想法啦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不可能介意我？ 我知影，你所是跟金玉的情愫，我先来走。金玉，最后我想要跟你讲的是，假使有其他的选择，我真正无希望安尼伤害你。 因为，你嘛是我想要紧的情人。